今天我们来打一块黑色的布料，我们用一块布料来做测试，180度。先给它烫平一下。然后我们来喷这个处理液。定一下，烫180度，烫20秒。架子上去，放在中间位置，往中间放，然后平台往上调一点点，拉进去。选择白色，彩色像素下的100%，然后彩色这里，白色墨量200，彩色90，我们先打白色，这里白色选择1，彩色选择0。然后点打印，
我们再来调彩色。现在打印，把白色调成零，彩色调成一，然后点打印。在我们拿去烫一下。先烘烤1分钟。指定一下，烫20秒，180度，烫20秒。灰色上面打的就打完了，加点洗洁精。